回头他分赃不均，说他自个儿亲弟弟都跟别人一块干了。当然了，这个十个盗墓团伙里头的骨干分子多数是这个所谓祖师爷这个姚某的徒弟，有的就是直接以前跟他干过，当然呢也不完全依赖他这本事，人家也有会的，另外呢还有依赖现代手段的。你像其中有一个犯罪分子是黑龙江五常的，姓李，他原来是卖什么呢，卖金属探测仪的，后来发现这个玩意儿对盗墓发现这文物有用，他后来也加入盗墓团伙。他是一种微波的探测，完了以后把这个里头的数据导到电脑里，就可以呈现出地下这个古墓葬和古墓化遗址的图形，这个立体形象。而且这个十个团伙里边呢，有四个人是专业的考古队员，就要么是博物馆，要么是考古研究所的，很专业。其中有个郑某人，他就是单笔的最大的这个文物买卖就是他做的。他在那个作为考古人员的时候，进行抢救性挖掘的时候，他把周围民工支开，自己偷着把红山文化那个珍贵文物玉猪龙给藏起来了。最后这玉猪龙卖了320万。我得听个七个点钟那功夫，然后就发现这件东西。我当时吧也感觉到是应该是肯定是玉器不少，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啥，我就跟他们问。然后接着把这把那民工腰给支开来了，让他轻轻地，我说把这土和石头搬到这儿来，也就几分钟功夫。然后我就把这玩意儿装一块东西。所以这里头的成分比较复杂，但是这个姓姚的是领头的。后来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先在赤峰的一家宾馆把这姓姚的控制，然后收网的时候总共抓了100多名犯罪嫌疑人。所以说这个案子可以说破得非常漂亮，而且追缴这些文物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及时，因为第一时间呢现场指证啊，大量的文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销赃就被公安部门给控制起来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古墓的地方就有盗墓贼的身影。毒箭、毒烟、遗种，重重机关，古代盗墓与反盗墓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望闻问切，中医的诊断手法为何也成了盗墓贼的基本功？从洛阳铲、斧子到金属探测仪、有害气体分析仪，盗墓工具的高科技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怎样严峻的挑战？老梁观世界，武艺盗墓案背后的江湖正在播出。那么呢，我们看这个盗墓啊，其实这一行啊在中国从业者甚多，你看它是违法犯罪，但是干的人真不少。而且这一行历史也早，最早是2700多年前，就有人开始这盗墓，后来甚至都成了一个固定的职业。你看三国时候曹操起家的时候没有钱，就是没有这个军事经费怎么办呢，他设置什么摸金校尉干啥，专门盗墓。因为这个中国古代有一段时期呢实行这个厚葬，叫视死如生，就我死了之后啊，这地下埋着也得跟我活着似的，所以大量金银财宝好东西都埋到地下了。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打歪主意琢磨这个。你像后来把大唐灭了的后梁节度使朱温，把大唐19所墓盗了18所，就武则天墓他没敢盗，因为是一到武则天墓就电闪雷鸣，他也害怕了。所以盗墓后来都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职业，那么弄得很多人呢，尤其有钱人、有权力的人，怕自己死后我不得安生，人盗墓，所以想了很多呀，就是防止盗墓的方法，比方说设立什么大石头了、毒箭呢之类的，什么烟有毒的这个烟呢，就你来这个盗墓就弄死你。当然，最常见的方式呢，设立遗冢，遗冢啥？就假坟。你要说曹操有72处假坟，为啥曹操怕人盗他的墓？可是就是。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甚至建筑材料都开始出新，但后来有炸药以后一样给你弄开。所以就说防止盗墓有这么多办法，最终大多数古墓只要是被发现基本上都被盗墓分子光顾过。那么说这盗墓分子有多大神通呢？有四样基本功，叫什么？望闻问切。有人说这不中医吗？哎，这四个字也适合盗墓。什么叫望呢？就我刚才说这个姚某某这个祖师爷的本事，就是到哪一看呢，根据山川走势我就能断这墓穴在什么地方，我能把它看准了，一看大致差不多，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这为望。闻是什么？有两个含义。第一个闻是用鼻子，
就说根据那地下带上土这个气息，你像往往它有这个殉葬品金银的话，它有那金属气息能闻出来，你说平常人鼻子达不到，它能闻出来。闻的第二概念是什么呢？搁耳朵听。这有什么道理呢？就是当发出巨大响动的时候呢，它的目的是空的，那么它发出的回声就不一样。这为闻。问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听。往往到一个生地方，这盗墓贼干啥？化妆成算命先生看风水的，专门找这地方老人，哎，岁数大的，哎呀，以前这地方咋回事啊？有没有历史名人在这埋着呀？你这儿有没有什么瓷器片出来什么的？他以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名义，容易获得老年人的信任，所以这为问。确是什么呢？多种含义了，一个是能够找到这个墓穴之后呢，准确的盗洞，一下子就直接最短距离打到这儿。你得有这种本事就挖掘这个本领。第二，进到里头呢能够直接把墓葬里头有多少文物弄清楚了。第三个就是把这文物弄到手，知道哪些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这为望闻问切这四样本领。当然光有这本领还不够，有句话叫手巧不如家什么样，它到底用什么？最早是用什么呢？用那个铁锥，铁锥扎到地上往出带，闻着上面泥土的味儿。后来这洛阳铲发明之后呢，咱们看图片就能看出半圆形的啊，这边一插就往起，能把土带起来，是非常方便的。那洛阳铲其实不是普遍使用的工具，只是其中一种，所以这是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中国古代的盗墓的工具。其实必备的是啥玩意？你比方说你得有照明的嘛，你要这盏灯，鬼吹灯什么意思？就凡是下到墓穴里头呢，点一盏灯，把灯呢搁到东南方向。往这一放呢，说如果灯要灭了，咱赶紧撤，说这鬼把灯吹了要害咱们。其实那道理是啥呢？就是这个墓穴里头没有氧气，没有氧气这灯着不了就灭了，那人没有氧气能活吗？所以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所以你要带着照明设备，再带着斧子，为什么后来这墓穴里经常有这个木质的木头，你像黄肠皮凑就是那柏木啊那个堵头啊都处中间棺椁这块，这就比较结实。对付这个最好方法就是个利斧。所以有人在汉代的墓里发现了唐代的斧子，说明什么？在唐朝时候有人盗汉墓，把斧子就直接扔墓穴里了，斧子常带的。再有绳子，这是必带的，搁那一些皮质的东西，皮革搓成的绳子非常结实，干嘛？把人睡下去然后再把人弄上来。当然这绳子能干这事也能杀人，说你来吧来吧，往上先把文物扔上来，扔人一看这么值钱，我跟你共享什么？咔嚓把这绳子剪折了，你死到里头上不来，一会儿就闷死你。你这盗墓的这黑吃黑也厉害，据说原先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就说这盗墓里头哪人都有，凑到一块了谁下谁倒霉。当然到现在我们再看盗墓贼，那可是鸟枪换炮，跟过去不一样。他都有什么先进设备呢？首先以我们说金属探测仪，这金属探测仪呢有时候非常省事儿，直接就能找到哪有金属。这过去金属探测仪基本都在机场安检时候用，那时候没多少人想到盗墓能用，可这几年基本的有规模的盗墓团伙都使金属探测仪。第二是有害气体分析仪，就是说你拿着灯下去说有氧没氧气了灭了咱上来，那不行，万一这里有沼气和瓦斯呢，你点个灯下去把它爆了那全完蛋了。所以有的人下去呢先拿个有害气体分析仪，这里头甚至都能分析出这个气体成分是多少，所以你心里有数。这个是现在盗墓的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备的东西。再一个就是野外防爆的照明系统，你说你里边要万一有瓦斯有沼气，你把这灯带就哪怕是那种手电筒啊或者是探照灯下去放也容易爆。那么现在有什么用防爆的？这个灯是特制的，既能点亮同时又不会引爆，这是非常先进的仪器。再一个盗墓的手里基本都有炸药，为啥呢？这炸药啊挤压式的爆破方式能保证不用往外运土，炸开一块是一块，炸一块是一块，短时间高效率，因为都是晚上作业，他有时候也不在乎这个，所以这个炸药这也是必备的。那么这些样先进的仪器再加上我们说盗墓的荒郊野外人迹罕至，一般也没有人报案也没有线索，而且这个团伙呢高度分散化，盗窃完了之后就跑了，或者团伙今天在明天不在，所以这个也给破案呢增加了很多的难度。从文物保护法到刑法，猖獗的盗墓贼会受到怎样的严惩？从盗墓到销赃，从前台到幕后，怎样从根本上斩断盗墓背后的黑色利益链？从鬼吹灯到盗墓笔记，当网络频现盗墓小说，当影视圈吹起盗墓风，谁又能听到盗墓背后文物的悲鸣？保护古墓文物，
打击盗墓犯罪，老梁观世界，武义盗墓案背后的江湖，稍后播出。来为您播放的是老梁观世界。这不光是中国现代，就是古代对盗墓这方面也是严厉打击。你盗墓只要见着尸体了，把人尸体从里弄出来了，那么谁盗墓谁就是死罪，一般是绞刑。你就把棺材破坏了，可能也得杖责几百，什么发配多远了。你把人坟给打开，尸体见着天日这不行。有句话，死人不见二遍天。你看咱们有的电视剧写的是对的，就说过去啊，这仵作把这个棺材打开，开棺验尸，要是白天呀，一定搭个棚，不能让死人见到太阳。包括咱们有的家说迁坟，捧着先辈骨灰盒的时候，上面都打个伞或者搁什么遮着，这叫死人不见二遍天。所以后世剜坟掘墓者，处以绞刑，严刑峻法。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呢，对盗墓罪处罚的很轻，把它列入盗窃罪里头。可是盗窃罪是这样，你得见着赃物才能有证据吗？很多盗墓的完了之后就把这个迅速赃物就处理了，就卖了。所以后来有很多定不了罪的，这样后来我们的法律又做了改变，包括这个破坏古墓这些都入了罪。为了解决盗墓犯罪定性难的问题，199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文物保护法》的修改，最主要的就是把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盗窃罪论处这一款删去，改为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的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具有这四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所以现在对盗墓呢，处罚不可谓不严，可是呢，依然有很多人铤而走险。这什么原因？首先一个利润比较大。第二个，一说文物热起来了，很多人一看值这么多钱，中国人有不少的人呢想一夜暴富，这些人就琢磨冲这下手。再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些年什么《鬼吹灯》什么《盗墓笔记》，你要拿它当一般猎奇小说看看也就罢了，有的人看完是真学，觉得这是一门手艺啊，觉得就是古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其实这是地道的犯罪。有一些这个犯罪分子就承认嘛，我是看了那小说了，我看了电视节目了，我觉得这能发财。意思的陕西蓝田有个吕氏家族，他老祖宗呢吕大林呢是金石学的一个鼻祖，他写过一本考古图，他家的墓居然被他后世子孙就老吕的人要求。